中方在涉港、涉疆、涉台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七国集团外长会这份所谓联合声明，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恶意污蔑、抹黑中国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我们敦促七国集团别再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，停止干涉别国内政，停止重复谎言谬论，停止挑动地区矛盾，制造阵营对立，为全球合作创造有利条件。